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菜，今天的主题就是台湾料理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全部都是台湾料理的菜单，然后里面有台式卤肉饭、茄子炒肉丝、丝瓜蛤蜊、时令鲜蔬煮爆香蒜末，还有萝卜排骨汤。然后甜点的部分呢，有珍珠奶茶、冰糖银耳跟基隆海鲜楼红豆奶酪。到底是什么？我等一下来请取这名字的人帮我们解释一下。对，然后问题啊，你在台湾常做吗？我在台湾几乎没有在做饭，因为那频率哦，几乎没有在做嘛，几乎没有在做。在美国才比较常做一点点，在美国比较有一些机会可以做饭这样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你的到底多会做这样。对，到底有平常训练的结果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移驾到厨房。Go。哦，别动啦，这啥？这是我们前天去买的菜，这边有要介绍一下，这边有蛤蜊、萝卜、茄子、丝瓜、姜，然后菠菜是吗？对，菠菜。然后这个应该是等一下要做卤肉饭的，那是绞肉。绞肉，哎、欸。然后还有这个是排骨。排骨，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。然后厨房其实蛮整齐的，对不对？这绝对不会承认这是谁的厨房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厨师，就是他，就是基本上他就是要教我怎么煮这些东西。然后因为卤肉饭跟萝卜排骨可能会花比较久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先从这样的开始。所以睡下到做卤肉饭，来做啊！好，你做啊！萝卜排骨就是菜如其名，里面有萝卜跟排骨，所以排骨先解冻，然后萝卜要把皮削掉。对，排骨，对，那个砧板呢？砧板在你的眼睛前面，眼睛很大。那不是排骨，剪掉。是这样切吗？我天啊，他这个刀！小心哦，我有点心惊胆战。哎呦！我示范给你看。好秀哦！厨房渣男，勉强。哎好，这样好。哦，好，哎。然后它每块就会变一个像骰子一样。哦，这出来敲。所以他切的比我还好，我就说他可以嫁人。我们现在同时进行三道菜，卤肉饭的肉已经炒好，然后现在要下肥肉，然后萝卜排骨汤的萝卜已经切好，然后排骨已经放下去开始煮了，丝瓜也在切了。好，然后再加。请问你在干嘛？黑珍珠啦。黑珍珠。对啦。料酒吗？对。然后现在是酱油。酱油。要多少？要甜。因为两种不一样，一个是酸，一个是辣。对。披萨。啥？海。变性了。味道。椅子坏掉了。哦，有哦，有香哦。两面。我在这边，揉这个东西。你要加蒜头啊？可以。对啊。好
花。我就是等他们全部该加的都加完，再开始帮他们炒，非常的没用。还是一样的。除非呢？不觉得这长得像什么东西吗？好了好了，然后切蒜，感觉已经要两片猪肉吧？不可能。你怎么拉出去？你说煮什么？你不觉得多吗？不会，你觉得不会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它会缩水。我觉得是可以加一点点水，再帮它逼水，因为加水会逼水啊。切到我留一半给你切。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就在给它切这个纹路啊。干嘛？要煎会很好看啊。啊煎！我天哪！为什么要煎？你很闲欸。先煎过，然后再炒那个肉啊。你认可吗？先煎再炒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可是我也不懂欸。不懂啊，就直接切切切。你这样，这样很好看。你的不是我们的，等等、啊，你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哎、欸，这太软，太软，这是什么？太软了，就变纽扣了。帅哥切菜，我是不是切错？哎、欸，还在剁菜。我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切错那个哪个？连长教我，再宽一点，再过去，对，大碗宽面，然后呢？进监狱。然后这样嘛？切错了。对。OK。他的声音好像在剁。见证奇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我是不是太多啊？不会，不会，炒起来很爽。好香哦！你怎么往下夹啊？你不觉得夹到锅很苦吗？有滋味。哎，吹！要吹一下，吹一下，不然会烫死。其实鸡蛋蛮好喝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可以啊，好好笑。好，这个可以。不没了、欸，嗯，就这样了呀。哇，我们家好多肉，每一道都是肉。哎，超爽。这个是肉丝。肉丝炒茄子的，水哦。二人在干嘛？珍珠，珍珠。大便。哎呦。好漂亮的珍珠，他拍在那边。有一些成功，有加油。你在哪里学的、啊？你哪这个？你在干嘛？洗菜啊！最后一道菜。最后，现在我们煮了几个？我们煮了三个小时。我们煮三个小时。洗得反的哦。很秀。进入了。不行。结束了，吃饭了。经过了三个小时，我们从12:30开始煮，现在已经3:25，然后我们变出了桌上的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试吃，我邀请了两位朋友跟我们一起试吃。这边是林大师，刚介绍过了，好，介绍过啊，这边没介绍这个
茱莉亚高材生。茱莉亚高材生，好 ，OK。他们有名字吗？等一下，叫茱莉亚高 ，Edison。OK， 那我们就从卤肉饭开始吧。好。对，没错，要搅一搅。好、哦、烤到牙齿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觉得还蛮好吃，没有。我们刚单吃有点咸，可是配白饭刚好。应该是饭粒烤的牙齿。肉。肉。瘦肉。我觉得肥肉可以再多一点。很好。对。不够黏，可以再黏一点。猪肚来讲刚刚好。我们吃吃看，吃吃看这茄子啊。其实不要有勾芡比较好。是吗？嗯。那勾芡是谁加的？我加的。自己要加勾芡。这茄子其实本身不是很好，它的那个表皮很，我觉得可以再软一点。对，应该要焖的，我觉得应该要焖。嗯哼，这个应该是最，这个蛤蜊应该是最引以为傲。那个要用汤下去翻。嗯，好吃啊、欸！不是叫你们认真吃饭的，我们还在录影呢。没有啊，没有人要看你们吃饭，要看你们讲话、啊。等一下，评论一下这个丝瓜。评论一下丝瓜。我觉得丝瓜那个皮可以再暖一点，就现在有点太硬。我觉得刚刚好啊。会吗？我觉得有点硬、欸、我喜欢表皮有一点，有点对，嗯，抡抡的这样。姜丝不够。你们两个还是去打架吧。一个喜欢姜丝，一个不喜欢姜丝。一个人觉得太抡了，一个觉得不够抡。下一道。好。下一道。吃啊。好。菠菜很吃啊，干嘛？菠菜的话，热的比较好吃。菠菜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好吃，好吃。菠菜要炒难吃也不简单。菠菜其实很简单就。菠菜要炒失败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。嗯。哦天哪，我一直忍不住一直吃下去。太好吃了。谢谢。做一个投票，就是萝卜汤一定要加香菜吗？要。萝卜汤一定要加香菜。那、啊、没，可是我是 anti cilantro。So。那你可以离开我家。So far。好吧，我们来喝喝看。一点点吧，一点吧。一点点吧。自己吃起来了。Hello， 白菜。挺好的、啊，挺好的、啊。啊，你先。香吗？有够咸吗？有啊，真的没有，不咸不够不够咸就加胡椒就好。那它都是胡椒。你切一块萝卜吃吃看，萝卜应该很入了吧？嗯，怎样？嗯。等一下，你看那个表情吗？但不够咸。但不够咸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还加一点碰大师。哦呦，好像有点多。哦呦，干杯兄弟。今天来放下手放下手腕的碗筷。好，今天大家觉得最难吃的是哪一道菜？我们来选出心中觉得最好吃跟最难吃。好，我们想好，然后三个一起讲。我们要血淋淋的把它讲出来，不用害怕得罪人。直接指吗？直接指，直接指出来，直接点出来。今天觉得心目中我们先好吃还是难吃？难吃。我觉得我们答案应该是一样的。对，先最难吃的。好，来三二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，茄子真的很难吃吗？这个，那个勾芡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勾芡就是一个大败笔。对，勾芡就他自己放的，他就很难吃啊。没有，他直接承认真的难吃啊。他茄子本身也不好吃啊。对，有一个色味，然后有点干掉，我觉得，然后又有点柴，肉很柴。最好吃的，来吧，来郑老师来三，应该蛮简单的。一。卤肉饭吗？对，真的很成功吗？就好吃啊，真的超好吃啊，是哦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好，那没，他还没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给个分吧。什么东西 out of ten？ 嗯，你说总体吗？对，整体。我觉得以你第一次做来说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对啊，以你第一次这样做满桌的菜，我觉得就是。已经拿就是什么蓝带已经当之无愧了，这样对，是这样。Gordon Ramsay 吃到都会流眼泪，三道菜做三个小时，他们在上面到现在都快下去了。就是 Gordon Ramsay 一过来，他吃一口就这一辈子就再也不骂脏话，痛苦流脏话。对对对，
那、啊、你们呢？你们给几分啊？这个已经零分啊，或负分。没有，你要给总体。你怎么硬骂自己骂的？没有，那不是没有，我只骂自己亲手毁掉的菜，就你自己加的，就你自己加勾芡。他本来一切都好好，然后就说哦，我在那边切那个刀痕，哦，很漂亮。请问你现在看到刀痕吗？你现在看到刀痕吗？有，我刚才看到。来，好，太多了，我要剪，我这样要剪很多片，你就把它剪掉就好了。请给分什么 out of ten？ 卤肉饭、茄子、菠菜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排骨 out of ten。哦，他觉得所有的都很棒，真的、哦？ Yeah. 这样啊、哦？真的吗？啊，第一次，我比较客观，我刚以为他要讲什么奇怪的答案，原来是要这样。反正我比较客观，我八点五，八点五，八点五很高、啊，八点五还蛮高、啊，八点五很高、啊。嗯，八点应该这个八点加起来 OK， 八点应该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十，然后茄子应该是零，然后直接把分数拉起来，没错，概念就像我的乐理一样。对对，这要剪掉，这要剪掉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你要你好，我吗？我觉得应该有八吧，没有。其实我对吃要求不高，就是好吃下饭，然后健不健康其实我没有很在意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下一集继续收看。拜拜拜拜，超饿了，现在已经三点。下一集继续收看《渣男厨房》。渣男厨房，拜拜拜拜。是多饿。